光点亮人世间，传递着现代文明的温暖与明亮。但在广袤的乡村田野，曾经有成千上万人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中。18岁第一次看这个电视机是啥样子的东西，我从现在开始这个一生当中，自己的这个房子里头能不能看到一次电视。走出大山，去城里读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2012年底至2019年底，7年时间，61320小时，9348万人，平均每小时超过1500人走出贫困。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mov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that China is now a very clear target to fully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in China in 2020. So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中国的伟力，更是世界的奇迹。在四川大凉山悬崖村，数百年来，藤梯和峭壁曾是这里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这个地方不是最生存的地方。我不想走了。这里的孩子们曾经习惯于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爬2个多小时，到达山下的学校。脱贫的这个任务，他等不起了吗？人民想要致富的那个愿望，我们也等不起了吗？2012年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行动在中国展开，许多像悬崖村一样的贫困地区迎来了新的转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我们在这个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扶贫攻坚呢，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2012年底至2019年底，中国以高于世界银行1.9美元国际贫困线的标准，让相当于英国和澳大利亚人口总和的贫困人口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减贫目标。经过8年持续奋斗，贫困人口2不愁3保障全面实现，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This is one of the great stories in human history, frankly.那时候零下40几度，真的是就是那个手啊放到那个设备，天啪就能手就能粘住。像我穿的这衣服，就让这唐古拉的风20分钟就可以把这个衣服给吹透了。在这样的生命禁区，中国建成了总长近2000公里的世界海拔最高输电网络，为沿线38万户的农牧民源源不断地输送温暖与光明。2012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的扶贫资金超过3000亿，累计向农村派出近300万名扶贫干部。不断延伸的高铁网络和新建的硬化道路，将贫困村庄与庞大的国内国际市场紧密连接，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医保和大病保险让贫困人口看病不再成为难题，可靠稳定的电力供应网和互联网服务深入到几乎所有地区，超过10万所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双河县副县长王帅，非常感谢大家对双河第一好处团结。在中国，
农民和基层干部们正在通过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形式为自己的农产品打开销路。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不断在第一时间被运用到中国的扶贫实践中。生态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光伏扶贫、消费扶贫，各具特色的减贫方式也为其他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生动样板。 China is very generous in sharing that experience. It has lifted people out of poverty, not just in China, but also in the world as a whole. 截至2019年底，中国在非洲援建了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汇集50余万当地民众。根据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专题报告，共建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突然袭来，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21年底，全球可能多达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For the first time in 30 years, poverty is rising. 中国在全力控制国内疫情的情况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但这并不是中国扶贫事业的终点。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在消除绝对贫困后，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让电灯点亮每个黑暗的角落，让遥远村庄的稻麦瓜果能够运往全国各地，让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惠及每个家庭。这是中国书写的美好故事，更是人类反贫困史上的宏伟篇章。在全球减贫路上，中国将主动担当作为，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和世界各国一起协力前进。